那会不会防范其他监狱将来也会有类似的一些情形发生？所有的安全检查的话呢，都要慎重，都要仔细。所以昨天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那矫正署呢也要求了全国49的机关，包括监狱的休假的全部海监，那首长全部海监。那最近的话呢，也要加强的对于人犯就是收容人的囚警一定的要求。当然因为过年到了，又受到这个事件影响，那他们呢从平常的看电视，应该是这两天的看电视的话呢，应该都有接受这些信息，也多少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收容人的情绪。这一方面的话呢，我们特别要求要去努力去解决。那昨天这样子，署长我是不是刚才我已经报告过说，这个是在当时的状况之下来决定的来决定由署长来念的是希望能够对于这个刑犯呢，他们的情绪能够加以稳定是在不得已之下有这种的这个改变的说法啊，这个有见解。这下做是谁决定要加入署长来念？这个是他们在现场里面的现场里面他们控制。